林心如21日在台北出席某品牌活动，谈及圣诞节将至，她与老公霍建华不会特别相互送礼，仅会简单吃饭或与朋友聚餐。而林心如虽然不善厨艺，但半夜会贴心帮老公煮泡面，就让她相当感动。她有道拿手料理花椒鸡脚汤，有次曾炖了20只鸡脚，但好友全都不捧场，笑说只有老公把20只全部吃完。